气不良，因为这里你洗不到。清洁冷气可不是洗洗滤网、刷刷外壳就行，难度较高的拆洗动作还是要让专业的来。我们里面的蒸发器会洗到，然后再来它的水盘会洗到，里面的鼓风轮也会做一个清洁的动作，因为鼓风轮容易卡粉尘啊、棉屑，这个时候风量就不足，你就觉得说风量要越开越强才够以前达到的那个效果。不少家电通路清洁公司开始提供这类服务，而且大受欢迎。捷克邦逐年成长两成，中保无线家2016年上线就创下每月平均洗100台冷气的记录，且持续以4到5倍的速度成长。因为它洗完以后，它就增加它的换气量，它风量变大，它换气效果会好，会变比较好。所以以前你可能开25度，然后你可能要等到30-40分钟才能达到这样的冷房效果。可是你现在一样开25度，可能只有20分钟就可以达到你的冷房效果。专业清洁冷气建议每1到2年做一次，估计从4月开始到9月都是旺季。有兴趣的民众记得提早1个月预约，以免塞车。不看到新闻，让专业的来报道。